觉得我们能做的不多啦。对啊，那像刚开始发起这计划的时候，就想说，我就只会拍照，然后我也喜欢拍照。对，那同学他们也觉得说，反正我们就做看看嘛，做才知道我们到底能不能做成。那不知不觉就来第八年。这是圆梦计划送毕业纪念册到偏乡的发起人邱旭勇。圆梦团队的成员大多是军人组成，平时除了捍卫国家外，也在假日前进偏乡投身公益，光照社会。对于偏乡的小学来说，毕业纪念册仅是老师用手机或是小小的数位相机拍摄的一张大合照，根本不敢奢望成册。而圆梦团队捕捉孩子们即将毕业的心情写照，并免费制作成毕业纪念册，替他们的童年圆一个梦。偏乡小校，比如以鼻头国小来讲，我们这个毕业生，一个毕业生而言，他们很难会有所谓的毕业照这件事情，因为学生数太少了。也很难会有外面的公司愿意来接这样的一个工作。那我想很感谢我们圆梦团队，他们来这边帮我们的孩子拍照，帮孩子们最好的那一段表现出来。那这个对于我们偏乡的孩子而言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八年前，在一次偶然机会下，得知偏乡学校因学生人数少，家长经济不佳，无法为孩子拍摄毕业照或制作毕业纪念册时，邱旭勇凭着一股热血与冲动，与志同道合的同袍组团，前往偏乡学校免费拍摄并制作毕业册。团队的成员包括现役军人、退伍军人及社会人士，成员从一开始的三人小组，到现在已经能够分组北中南东进行拍摄，至今以来从未间断过，足迹更遍布离岛与特殊偏远学校。这个团队很热心，而且是特地从那么远的地方来，因为听说他好像也会去澎湖那边拍，所以感觉他们是一个很热心而且很愿意为这群孩子付出的人。对，然后跟他们合作之后，我也觉得他们不止热心，而且也很有自己的专业。就是到每个学校哈，而且我有看到到很偏远的也有去哎，所以我是真的觉得说，大家很愿意就是付出自己的时间、精神，然后来做这项工作，真的非常感谢。圆梦计划不是组织，也不是品牌。它是一种精神，更是一种对于善的坚持与信念。从计划的执行过程中，可以看到团员们不仅因为付出而心灵富足，也间接感染了周遭的官兵，让更多人愿意去付出自己的心力，回馈给需要的人。我现在会觉得圆梦它其实就不是一个品牌，它是一个精神，对，也是一个平台，就是我让想做这件事加入，透过这个平台你可以感动自己，觉得自己可以重新再来一次，对，然后去回馈社会，或是得到一些力量，在你工作上更进一步的成长。为什么想要进来这个团队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在其他的公益的一些机构服务，这样家扶啊，或者其他的一些发展中心。我一直记得以前有一句话是说，有些事不做不会怎么样，但是做了会很不一样。其实会想要把一个善的种子去种在孩子的心中，我想这个才是我们想要去多多少少影响的一个成分吧。对，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。毕业了没有？毕业了。好了，恭喜啊！毕业了。国家可以一天无战事，但不能一天无战备。邱旭勇带领团队执行爱心上，也是秉持着同样的理念，不是一次性，而是持续性，一直走下去。要来未来吗？明年，明年未来。
现在的环境就是局势比较紧张嘛，像我们部队现在就是可能要去什么战备征询，对啊，加强演训啊，处处训练啊，这东西就是一个持续性的。那相对来讲，就像我们圆梦，我们这公益的行动，我们是会持续性，一直投注在这边，希望有一天就是可以让它开花结果，就是让孩子知道说，我们今天不是来过场，拍完照、送完毕册之后我就走了。对，我是每年都会进来，让你知道说我每年都在这边，你每年都可以看到我。就像我们一直在战训本部嘛，对啊，我们让民众知道说，我们不是玩玩而已，不是作秀，我们是真的很认真在训练，然后自己国家自己保护，对啊，是一样的道理。鞠爱民从未改变，圆梦计划团队自发性的爱民助民善行，在这群孩子们心中播下了善的种子。相信在圆梦团队的持续灌溉下，未来一定会慢慢茁壮，并且将这一份爱传承下去，回馈给需要的人，让社会变得更温暖。